Field. Number 2, Naomi Bahanipan. Number 4, Kami Nolasco. Number 8, Gabriel Ramos. Number 13, Kate Omatidia. Number 20, Erisca Yumo. Number 33, Salazar Hall, Anish Tengoyo. Starting by Team Berry Federation Park, number 3. 输给日本队，我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昨天比赛也打出相当好的竞争力。那泰国的部分呢，目前是二连胜。那球迷怎么看佐扎尔？那么在泰国队部分呢，则是推出了 Drummond、Tong Dan、Kunchan， 另外 Hutchinson 以及 Busipon 的先发阵容。好，菲律宾还是进攻篮板，杰丹尼尔篮下转身单打 ，Bernardino 再想进攻篮板，再起出手得分。对，那个本拉蒂诺对于球的判断是非常好的，也蛮推荐菲律宾二号的纳欧米。他待会上场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对，他也18岁哦，但他在这几场的表现都非常好。配合篮底下出手，没有吹犯规，但是又是二波篮板，又是三号的本拉蒂诺。泰国队还在寻找第一个 field goal 进球，三分线外出手，来自弧顶的三分投进了。八号的本枪，哎，其实泰国的这个女子代表队，他们也不断的在进步当中。对，没错，像这一球又是 Kunchan 做一个很漂亮的切入，没错。哇，有机会，三分球拔起来出手得分。哇，杰丹尼尔再抢篮板球，还在菲律宾这里。Pontejos 跳投得分。七号的 Pontejos， 他也是，他拿欧米的运球是非常好的，好球。杰丹尼尔拦地下，假晃后出手球进。那菲律宾就。二号的拿欧米，他两个都是 U18的亚青的国手，都相当年轻。是，哦 ，Ramos 抢上进攻篮板之后放进。拿欧米变换节奏收球进来，哦，漂亮得分。对，拿欧米上来，他的攻都小小，但是他的那个打球的风格很像那种菲律宾接球的那种感觉。对，没错，这几天比赛球都来到禁区里面了，但最后的出手都差了一点。好球 ，The pass 朝杰丹尼尔篮下插板。对于菲律宾的球员来说，他会越投越有信心哦，因为他的队友能一直帮他抢篮板。对，到现阶段菲律宾抢了10个直投之奖，拿了之后再出手，古川再拿篮板球，有了 ，MY， 阿杜拉干出手，哦，这是前一球，然后古川抢篮板球放进，因为刚好剩下场上个子最小，这球泰国再救回来。三分线外的出手进，空心破网。绿联防其实得分的效率越来越差了。古川撞过来了，新开一条路。是古川最会的哦，他的球员是比较偏向一对一的打法比较多，所以现在遇到区域，所以有点宕机。古川这一球利用他的篮板球差距超过10个。哦，好球！菲律宾这时候外线开张。对，可以拿卡东卡斯蒂奥来。一下两队的数据，那么团队 field goal 都是比较低的，不到2成5，是会有一些 field goal 少数的一个进球进账。半场双方是只有我们的身高在泰国的禁区里面是没有人可以挡住他的。开球来了，哇，用上篮的上篮得分，看一下，好，迪丘斯篮板球还在菲律宾这里。这个篮板长篮板拿到之后，是爸爸 Rabbit 跳投得分。对，那也是考验他的不信炮。Pontejos 再来尝试三分球进了。对，我的篮板。Bernardino 人群当中抢了进攻篮板，爸爸 Rabbit 外线的三分球再一个。哦，这其实就建立在因为他的篮板球前面比较没有上场，对他基本上没什么在上场哦，这场也是获得很多的机会。莱欧米篮底下的插板得分，啊，这个孔邓补一个大号三分没进，长篮板泰国拿到之后，篮底下的国门终于有了。对，啊，泰国队在第三节的第一个差距，第三节的时间还有不到4分钟。李先生出了空档，泰国队这回掩护球员也倒地了。然后比切进来高插板，哇，高级动作，高级动作啊！他这几天每一场都会
我裁判并没有吹走步哦。啊，好球、哦！有 last call 命中了三分球，充足可以做一个压迫。对，这一节菲律宾队找到三分的命中率，单节是八投四中的三分。好球，转身中间的单打，哦、终于了，打得非常辛苦，挂摆在内线上被。被他们攻击进来的那个压力是很大。那在今天，因为杰丹尼也在里面，所以很少看到泰国在做切入。是，先找哦，还要抢到第二波，也是比较勉强。再抢个篮板球，哦吼，这边有了，好球啊！对，万难的人越来越多了。是，这一段期间，泰国队背后25号的来，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身材优势，他推开了 Bernardino 之后得分。对。不像把本来 Dino 给击退的三分球没有投进，再获得一次的机会，好球！但是菲律宾的教练还是没有把杰丹尼尔换上来哦。好球，在暂停过来之后，菲律宾队这里打了一个配合 ，Cornelius 得了底线，阿斯蒂尔外线的机会出手进了，他在下半场进了三颗哦。红塔法外侧拿球，转身收球进来的出手，球爬了进去。完了，本来 Dino 再回给 Naomi， Naomi 外线出手了，哇，偷进了。这个对于判断球线的这个断球线是非常好的。Hotel 转身，哎，这个是领先十分，是比较有把握了。是，泰国也换了五上五下，好，换上一些前面比较少上场的球员。对，没错。在到此时告一段落，那么由菲律宾交手泰国队，这场的对抗呢，最终就是由菲律宾代表队来拿下胜利。